疏于出游，从容是于己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？疏于出游是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嘿，我非子，故不知子矣。子故非鱼也。子至不知鱼之乐，全矣呀。请循其本。子曰：“如安知鱼之乐云者。”己己之物知之而问我，我知之毫尚也。公子，你看，这鱼看起来好快乐啊！嘿，你怎么会知道它快乐呢？哎。先生，搞清楚状况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不知道我鱼知道鱼快乐？嘿，我不是你，当然不知道啊！啊，你也不是鱼啊，你怎么会知道鱼快乐？哎，先生，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哎！哎，你刚刚在问我的时候，你就问我说我知不知道鱼快乐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知道鱼很快乐啦。嘿。而我为什么知道鱼快乐？那是在桥头挖到怎样了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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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看起来很水哦。嘿，啊，你哪会知伊水啦？欸，你白痴哦！这个是恁白痴的呢，一条要100万呢，你是不知哦。真是哦，一条100万哦，你搞我骗！
我是骗你是创啥啦？你看这个鱼啊，都是金光相向，用看的都比你较贵啦，一条要100万是看得出来的啦。哦，真是的哦，有道理哦，一条100万，送我一条好不好？没用啦。真是的，这鱼啊金光相向的，看起来真好吃哦。没用啦。好怕迄个，过来你看，这个鱼啊，看起来足水的，看起来我饲的，就是足快乐的鱼啊啦。你哪会知这鱼啊快乐啊？你又不是鱼啊，我哪会看袂出来？讲你戆，你就是戆啊！你还不是我这种有钱的有钱人，为什么知影我知影鱼啊快乐？更何况，你又不是我，什么知影我唔知影鱼啊快乐？我不是你，当然嘛不知道，你嘛不是伊啊，你哪会知道？拄拄的时阵，你问我，问我我这个有钱人，我知影鱼啊快乐。哦，伫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我知影鱼啊快乐，唔是？哦，为什么我知影鱼啊快乐？是因为伊是我饲的啊，戆人啊！你一只是有够低耶！属于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我非子，故不知子矣。子固非鱼也，子知不知鱼之乐？且。其本子曰：“汝安知之于乐？云者，汲汲之无知之而问我。我知之好上也。”